你确定对方是通过看到闪光才得到命令的吗？当时情况很紧急，看起来是这样的。 当着你们的面用这种方式沟通，我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。可是我们的计划不就是逼他们这么做吗？是，但他们这么容易就暴露了，会不会有点太容易了？那怎么办？现在我们三个就他们四个，撑不了太久的。的确是不能犹豫。文文，你们大点声。 其他的我们来解决。文文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李壮，走。走，走，追。 借给刘晓婷，我有话跟她说。晓婷，我是鹏飞。鹏飞，你说。你听我说，接下来。好的。 发现信号源，但是这儿没有人。。鹏飞，我跟文文遭遇满埃伏，文文被擒。思过，你先撤。不行，文文怎么办？你听我的，我有办法。看着呢，我去追那个。
等一下，龙王，鹏飞说了，真正的反恐实战除了完成设置的既定任务，要把对手生擒才是圆满的结局。不好意思，蓝美女，辛苦你和我换一下衣服。 上面得手了，维娜在上面看着他们一个人，有一个跟丢了，但是应该还在楼里，你们三个一会儿找一下。维娜，他不是被擒了吗？他们小瞧维娜了。哎呀，你们是故意暴露信号源，想引我们上钩啊？那你们还挟持我们的队员，直到信号源也不放人啊？别跟他废话了，没时间了。 维娜应该遇到危险了，你看着他，你们仨跟我走。维娜，上车，别动，行了，把钱放下。 是我大意了。Can you speak Chinese? 哎呀，这不就好办多了吗？这样啊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是不是？Miss J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要不咱先把枪放下来，这不对了吗？You are so beautiful 啊。You are so handsome. 哎，谢谢。哎呦。 对不起啊 ，We win。 回头来中国，请你吃油泼 noodle 啊。SG国际警院和滨江警察学院战术交流圆满结束，感谢 SG 国际警院的校友们，为我们展现了良好的战术素养和战术技能，表示感谢。 高老头说：“今天咱们可以喝那么一点点酒，但他也不在，管他呢。想喝多少喝多少。”来来来，知足吧你啊，让你喝点多。喂，你不能喝这个，喝饮料。 注意点啊！这么多人都在，是不是思过？啊，那什么，今儿大家人挺齐的，我就以水代酒，敬大家一杯。谢谢大家让我做这次战术总指挥，给我一个重拾信心的机会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么客气，你看。哎，你
这心意我们领了，谢意可收回。再说了，把你劝回来的可不是我们，你要感谢的话就去文文一个人吧。想喝就喝，不想喝就不喝吧，那么多废话嘛，对吧？来，四哥，谁把醋打翻了？这临分别的时候，我看你俩在那儿拉拉扯扯、腻腻咕咕的，干啥呢？你那是？你别瞎说，潇潇，你别跟他们瞎说啊！啥事都没有。就是他最后给我留了张纸条，说方便联系吗？哟，对，你还留很留电号码，我怕以后见不着。今天这么开心，我们一起拍个照吧。哎，对对，来来来，咱们发一个合个影。嗯，来，最好看点啊，能不能瘦。一二三，茄子。哎，你什么情况？啊？什么情况？地震了。像爆炸的声音，快看看！哎，我下去看看吧。哎，文文，你照顾点腾飞啊！你先去，你先去，别动。
上警校啊？我总觉得只要我能帮到别人，或者别人需要我，我就觉得生命特别有意义。小飞哥哥，小飞哥哥，小飞哥哥，你别难过了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你在我心目中是最棒的哥哥，加油！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睡一觉。可是你刚出院，妈妈怎么放心啊？没事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你上
喂，是彭先生吗？是我，哪位？我是福利院的苏倩，是这样，小芬好像出事了。小芬出事了？是这样的，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她还在，8点钟左右我们发现她不见了，于是我们就等她，可是等了一会儿她也没有出现，所以我们就去调了监控录像。而不是我们福利院的，我们对小芬的情况比较了解，那个女孩也不是她的朋友，所以直接告诉我小芬出事了。报警了没有？报了，可是那边一点线索也没有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就过来。麻烦您快点啊，金亮。喂，厂里。喂，鹏飞，我正在通过教堂周边的监控录像排查小芬的去向，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。行行行，你快点啊，等一消息。OK。好。金亮。已经跟我们说了，你不要着急，你腿伤刚好，千万不能一个人行动。我们已经在路上了，马上就到。厂里说警察也会去的。没事，放心吧，我就是去看看情况。好了。师傅，开快，开快点。
为了好大一通劲儿，终于把那丫头给逮回来。听说那家儿子是个傻子，不过他爹倒是有钱，就是他妈的想要个孙子。那小姑娘那么小，咋这么干？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？你的娘的，良心发现了？你有良心别趟这趟浑水呀！你这个时掉链子，就不怕切哥整死你？谁说我要掉链子？挣钱的事儿，干嘛我不干？再说了，小芬现在已经在咱们手里来了，我现在想脱身，我不也脱不了了吗？这就对了，干来这一票，定要在地方上，咱们不待了，换个地儿照样他妈快活。早就跟你们说过，就不能老在一地儿待着。来，喝酒。嗯，来。刚从切哥那回来，他干嘛呢？能干嘛呀？正收拾小芬呢，这丫头惨了。干什么呢？找谁啊？切哥在哪？切哥，切哥在哪？关你什么事？我糟蹋！师傅，开快点！一定会没事的。就这里面，走。切哥是吧？是我，我来找你买个孩子，叫小芬。小芬？你怎么认识小芬啊？我要是不卖呢？你是个聪明人，做生意，开个价。好，你先把人放了，我给你带小芬。放人？我给你带小芬。拿着，带他去那屋。我们找小芬，走吧，走啊！你瞅什么呢？快点啊！走啊！走，走啊！去！
鹏飞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。也许外界的压力会让你异常痛苦，而且你还会因为防卫过当被起诉。无论什么结果，我一个人都可以承受。实验班同学彭飞严重违规，勒令退学，现移交市公安局酌情处理。走吧。彭飞同学所犯的错误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应该警醒。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：如何履行好我们的职责？他那么凶神恶煞的冲向你，那我当然……当然什么？当然受不了啊！受不了什么？受不了他那号欺软怕硬的痞子样。是啊，你有时候不就那样？怎么又跟我扯到一块儿了？你好，他还是不愿意见我。他说，你以后都不用再来了，他不会见任何人的。
切都遗忘在了昨天，你的明天让谁陪你走远？小心！我还记着你说的誓言，只能说一句再见。滨江市公安局立功受奖表彰大会现在开始。这次表彰的有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杨思过，在121入室抢劫杀人大案当中表现英勇，经过局党委认真讨论决定，授予本人3等功1次。同时获得表彰的还有缉毒支队的副支队长黎文文，入行3年来工作当中勤勤恳恳，尤其是破获本市最大的贩毒制毒大案当中表现英勇，经过局党委认真讨论决定，授予本人3等功1次。下面有请获奖人员上台领奖。雪的冬天不一定冷，看不见的伤最深，沉默不吭声，紧握着自尊，自己的苦自己忍。